台湾地区有全世界最好的茶区，而台湾所有的茶区，南投县就占70%，不论是在量最多，质也最好，所以称呼南投是台湾的茶都。十种的特等茶，底下您喝到了十种的特等茶。那各位，那这一次呢，就有说，这一趟黄金品旅馆呢，让您身价百倍，然后也欢迎各位呢，可以在整个这个享受区域呢，也有很多的宝藏，欢迎各位嘉宾的采购。今年讲。